大家好，我是宇璇，我是来自 Golden Chef 的培训学生。今天我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学校。我会为大家介绍我们学校的 building 还有 facility。我们学校大概会有六个 block。Let's go。Welcome to Golden Chef Butterworth。Let's go。Hi guys， 这里是 reception office， 这里会有几位 consultant 来为你们解释课程的资讯。我们这里会有五大课程，我们有烘焙、中餐、西餐，还有酒店管理，还有咖啡与调酒。现在我会带大家去参观我们的分子料理厨房。我们这里会有十个专业厨房，这里是其中一间分子料理厨房，这里会有一位很资深的分子料理老师为你们教课。这里是我们 Judge Hall， 也是我们的大课堂，这里会有各国各地的 Master Chef 来为大家教课，就是这里啦。这里是我们的烘焙厨房的其中一间 The Baker Kitchen， 我在这里学了很多专业的技术，比如说翻糖、巧克力还有拉糖。现在带你们去电脑室， Let's go。这里是我们的 Computer Lab， 也是我们的 Digital Classroom， 我们的功课还有 Assignment 都是使用 Digital Folding。 现在我要带你们去看我第一年的烘焙课室， Let's go。 这里是 Patrick Agijan， 黄色的 Scar 是我们第一年的烘焙学生。这里是我们其中一间课室，课程都使用中英文教学，你们可以选择使用中文或者英文来考试。这里是 Sturgeon 咖啡，我在这里学习咖啡与调酒，这里有很专业的咖啡老师给你看。试试看这咖啡是不是很想喝嘞。这里是 Fagara Restaurant， Meryl Scarf 第二年的学生都会在这里办 event，而且每一位学生都有1000块的 eat plus credit 来这里吃东西哦。Let's go， 我带你们去中餐的厨房。这里是中餐厨房，橙色 scarf 是中餐的学生，他们学习中餐烹饪、点心烧腊还有时尚料理。这里是 Culinary Art 厨房，嘘，老师在教课。蓝色 Scarf 是我们西餐第一年的学生。嘘，他们在上课。欢迎大家来一起探索 Golden Chef College， 我们下次见，拜拜。